大家好，我是 Black Ace 的滑稽调神，教大家唱一下那个Vitas 的歌剧二，听一下啊。哎，我也不会唱，那我就给你唱一个我们的歌吧，就是裂变啊。首先你给我哼一下啊，它那个非常高的地方有节奏是哦那那那耶，你把这个先学会了以后，你先尝试一下，然后就掰着手指头哦那那那耶，总共就四个。哦那那那耶，哎对，这个调是已经掌握好了哈，你用手指都拿出来就能唱好。然后下一个步骤呢，就是需要最难最难的地方，它那个中文翻译是我真的想往前走，所以 I really want to go。 那个 I 的时候呢，就我之前就是我在我的 Vlog 有一期的 I really 就那个调 I 然后你发出这个声音的时候，然后再去做 I really want to go。我把爱的时候加点后边的加点假音，这么去练，就感觉别人打你似的，就是尝试一下去这么去做，然后就可以出现这个，就出现这种感觉了，就感觉你妈追你了，完你要跑，别追我，就这种感觉，然后就是 I really wanna go 后边加起来这个一样的音，你就可以弹了，可以了吗？我们一起练一遍好吗？3、2、1，可以学会了吗？爱你哦。10月26号。游侠会音乐节，我们一起 I really want to go， 一起游起来。